方恒伟。哎，其实一开始奶奶介绍给恒伟的相亲对象。楚楚啦，这就证明你根本放不下他，你只怕自己再受伤，才会假装不在意。这个罐子里的蝴蝶，是我用巧克力包装纸折的，每一只都是我当初对你的恶意。当你感觉到恶意被消除的时候，你可不可以释放一只蝴蝶？等到罐子清空了以后，请你给我一个重新追求你的机会。